谁啊？快递。之后，我去楼下拿我的快递，发现有你的快递，就一起拿上来了。你是专门为了摸我的手才来的吧？被你发现了。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啊。什么那样？这样你会有危险的。一只手握你的手十秒是安全的，两只手摸你的脸蛋半分钟是安全的，一只手摸你的额头四十秒是安全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危险，如果超过那个界限的话，会要了你的命的。那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尝试，好吗？这一次是一分半。诗雅，你真好看。有点晕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哎。高跟鞋穿这么久，之前受伤那么多次，不难受吗？没事，那不是为了工作吗？上马吧，我背你。不用了。其实没关系的，隔着一层衣服是吸收不了能量的。上马吧。嗯，上马吧。志浩，我不想去想了。想什么？以前总是担心，也会害怕，不知道怎么跨越一切来开始，也不知道怎么结束。可是现在突然不想想了，因为这一切很美好，美好的我愿意放弃一切，接受所有。那就不要去想了。辛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拿点东西。哦，志浩，那你先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嗯。哎，辛巴，那天的事情我还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没什么的。我想我还是把他带走比较好。对不起。你没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。